观众朋友，俗话说得好，爱美之心人有之，但是在土耳其呢，最近却兴起了种植胡子的美容。土耳其近来兴起一种胡子诊所，就像女生去美容院换发型、种睫毛一样，男人们带着他们心中最理想的款式照片到店里种胡子，一次手术价格为$5,000以上。除了当地居民外，许多来自其他中东国家或欧洲的民众都远赴而来，就是为了将自己改造成胡子型男。